说的没错。小梨子，他就长这么大个了。哎，给他玩物，看，哎，捅他，哎呀呀呀呀，像赶马车似的，哎呀，赶过来了。他为了让你看着，你看这园里的这个美国人多聪明。Hello, doggy. I love the spot. 驴子。Hello, doggy. Oh, and Miranda, look what it says next to its diet. It's what. 驴子。Herbivore.你照你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看的真企鹅，这企鹅就从这儿走，啊，就长成这样了。这又是一种企鹅，哎呀，这个企鹅跟狗似的呢，这可能是非洲企鹅，也大了。等到这边可能南极企鹅。哎呀，这边就大了，还有米数的嘛，因为南极更冷嘛。走、哦。为啥给他整的布？你看他整的布完，他就用他就那个躺着呢，躺着搁布。哦，好照顾他那小 baby，、嗯、故意让他搁这躺着的，然后你来那看了，哎呀。你看，他俩照顾着他的。哦。跟打招呼。还跟他说话。你看那个手和脚。哎呀，到哪儿去了？哎呀。对呀。哎，你看那个手，还捂他嘴呢。打招呼呢？也在哭。你就知道他这种鸟怎么捞鱼，他是钻进去，掏去。它搁水底下能看着。火烈鸟，我好像在那个芝加哥，好像那个动物园看着过一次。嗯，好像是这个，但没有这么多。那腿多长？说的没错，脖子也长，腿也长。张老师很可能第一次看着这玩意儿，我是第二次。起来了，高兴了，真漂亮。你的，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我当不理他了。She's staring at me. 哎呀，你呀，你去哪里呀？Thank you.
这个最大，这个最大，这个。You're more than the camera. Hey, that's Sanders. Wow. Look at that. You saw those in your mama, do you remember? Yeah. 杨老师在那瞅呢。看他捞鱼的。哎呦，别走！别走！你知道我要看什么，张老师知道吗？那美国动物养，它都跟它搁一起。这斑马跟那犀牛养在一起，还有那个鸵鸟，非洲那是澳大利亚的鸵鸟。哎呀，来了！哎呀，来了！斑马来了！斑马来了！拉粑粑了！嗯，拉粑粑了。照那个都好，那个那不拉粑粑吗？过来。这是凉快，说的没错。凉快，那儿呢？犀牛，犀牛你照不到啊。那边还有地儿呢，昨天你都看着。这现在你看斑马，斑马在这儿。斑马这来吃食来了，能吗？张老师说这就这么大，比那刚才那个小，它俩不是一个品种，它也是属于狐狸类的，它给倒毛了。你看它眼睛，它这个眼睛特殊，啊，这狐狸眼睛都不一样。这它都是散养的，它们能相互之间过来。它给到这儿来，它给到那儿去。两种狐狸，反正你要，反正你俩相互之间谁也吃不了谁。但是你能相互之间挪挪窝，你上我这儿住来，我上你那儿住，交换交换，是不是啊？你来了我就走。那个管子从那嘎达到那边。啊，还到那头挺长的，那还有个管子呢。这俩管子不连接吧？连接，那个到那儿呢。杰西。这家打的滚冒烟了，他们都走了，我不走，整冒烟了。这就是羊驼，你看那俩羊驼，人家就比这个小，比这小，比这个好看，这个大。他说是马达加斯加狐狸，
就是他搁那里头待着了，这是个真的啊！我先让你看看，只能是先看看这个了，这比较近。这个他活的搁这儿呢，但是咱看不清楚他，看不清楚，毛烘烘的，尾巴很长。所以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他给他创造了很多玩的地方，看，给你搁上通道。这是让我引起我注意的地儿，怎么能够通过天桥？它能别跑了？哎，给它搁一个通道，像地洞似的，透明的，搁那里头。它有三个地儿可以走，不是说就一个地儿。看那边，你照拍起来没有？没说那么几次。啊，这是一个大龟呀、啊！Me and Uncle Melvin got chased by that one time. How? At the farm. So you went on them and they chased you? Look at the ostriches. Oh, they're coming. Mine just got something funny. 哎，他睁着那好奇的眼神瞅着咱们呢。这多好玩！嗨，哎，大火鸟，这鸵鸟，多漂亮！喜欢小孩，喜欢小孩可能是，你看他瞅你呢，哎，他就瞅着你玩呢，哎，瞅着你高兴的，他就喜欢瞅你玩。来了，哎呀，你还翘脚的，鸵鸟，鸵鸟，鸵鸟，你还吃个鸵鸟蛋吗？哎，火鸡腿，那是火鸡，这是鸵鸟，这是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的鸵鸟，他跟斑马搁在一起，你看搁一起养，你多厉害，这美国人多厉害。哎，你瞅啥呢？哎呀，多漂亮，还有眼眉呢。你看它长的样子也好看，哎，它丑的样子多好玩儿！哎呀，好了，快点，好的，好的，我给拍呢，视频，一直在拍着呢。好的，哎呀，你看好的，哎呀，它还奔跑着火鸟，它们在一起，还能相互之间走动，有敌方性，还相互不能吃着，你知道吗？它养的是那边近，你看冒烟了。那犀牛就搁那儿转悠，都以为它是假的了。这是个老猴子，你还可会叨了人了，这是真的。一会儿不动它了。That's not a gorilla. 你看，你这样的，你就以为它是个死的呢，其实它是个活的。你看，他就搁这不动他，哎，这才动他。妈咪 ，What's wrong? I'm gonna go inside. I don't think we can go inside, buddy. What's wrong? It's
这是看着活的了。啊，进来了。张老师往这来。好深哦，啊，太棒了！但是你能看着水了，深度啊，是大鱼缸了，喷水呢，在那儿。那个有个小 baby 可好了。哎呀，你以为原来都以为这是个假的呢，这是个真的。对。他就故意的，这是个老猴，这是个老猩猩，他故意的逗你玩，他搁这儿。嗯。那这是个真的，活的。哎呀，这刚来了一个企鹅，搁那儿晒太阳呢。搁哪儿呢？那边。哎呀，干嘛呢？晒太阳呢？开个铁索桥，你看看，他喜欢铁索桥，大渡河上铁索桥，他让你拍一个，搁这有意思。人家是几种动物跟一起养？对呀、啊，咱们那个没有啊，就一样动物就一个呀。他不科学，他不懂这玩意儿，动物之间的习性。你看他们相互处的这，他跟他是能处的，也不是哪个动物都能处。你看那个是跟那个处在一起，你看那野马跟鸵鸟，那犀牛，你看他这个，属于角马、羚羊。跟这个奇怪的动物，他们都是非洲的，你知道吧？你就明白了。有没这小山羊长得都挺胖的。闭目养神呢。几种羊？你看有上上吗？不愿意跟。哎呀，说话呢！哎呀！在这儿呢，看着在这儿呢。哎呀，长得可有意思了，来观察，是不是来看看谁能给它鱼吃啊？
这是烧了。着火了，你看这这都不重要，哪儿都着火，你这没着火，你看这房子，你看这破的，你看这房子破的，不交税，他这个房东没钱去修它，或者他自己买的就这么住着了。这更近了，哎呀，瞅的，睡觉了，睡觉，困了是吧？起的早啊，起的早啊，起的早给放出来了就，困了，没有，那眼睛还瞅着，滴溜滴溜，哎呀，这大嘴多漂亮，哎呀，这大嘴，大嘴多大？刚才没看着这大嘴。冷啊，嘚瑟呀，是啊，你看这嘴是大战呢，哎，这大嘴吃啥呢？他那吃鱼啊，吃虫子啊，这嘴能吃着虫子吗？这也是几万年进化过来的啊。那个你看那个倒嘴的，这都是更珍稀的动物，要不能搁笼子里放的吗？你看那几个都搁外边呢，没有笼子，张老师。你看那个刀毛的，是我拍的呢。那就虎烈鸟，那么老多搁那待着，没有笼子啊。你可看明白了，这个可有笼子。那个就那么大庭广众下，说飞就飞走了。好了。来了，过来，赶紧拍，过来了，看看，过来了，是一直在拍的视频呢。哎、看，游的好，游的多好，哎呀，游的真快呀，长得也漂亮，张老师认得玩意儿，你看张老师说，长得也漂亮，这是小鸳鸯。张老师养的小布偶上啊，你看你抬头，这儿呢，不就这个吗？这几个吗？这儿呢。哎呦我天儿，他搁这瞅着咱呢。对呀、啊。咱还没看着他呢。我找他看看。是啊。哎呀。张老师的眼睛，我一跟他拍手，他就抖了忙，是啊，你看抖了忙，哎呀，这张老师眼睛都能照顾着，我还没看着呢，在他脑袋上面，他说他早就看见了，他还跟他打招呼了，这搁这上面可近了，我们就在笼子里头，因为时间长了，他们都知道你来拍了，不会伤害他。他们在这几十年了，那个火烈鸟能活40年，
他们也得活个二三十年，在这已经至少十年八年的就这么待着，所以说他习惯了你拍他了，走近了。省得它飞走了，你看不着，是不是啊？你要在自然界里头，那不就看不着它吗？这也怕飞了，但它这个鸟吧，就是喜欢光的，所以说它这个特别亮。动物园终于来了。陈老师在海报着呢，这是动物园的第一个门景，这有1300多种动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去看呢。
张老师给我找着的。嗯，这离得可近，还不飞走。这个能让飞走的，所以他给它罩上了。这是护翼丹顶鹤，可能是。这家离得可真够近的了，它还不飞走，习惯了，飞也飞不走，飞也飞不走，是不是？这么多年了，它就搁这这么待着，让你拍，多漂亮！护翼丹顶鹤。哦，你咋知道呢？我怎么知道？这是蚂蚁巢。哦，那没有蚂蚁了。有，在里边呢。啊，那是特意建的蚂蚁巢呗。那人家蚂蚁建的。那他这人还是吃这东西，他吃蚂蚁啊，要不他能把它捐到这儿来吗？哎呀，看，长大嘴了，这叫鹳，非洲的鹳。他老不得动，你看他还不走，张老师，你看这个动的，那个怎么动的？那个是羚羊，和那儿还一个呢，俩，这是两个。让你上那儿拍，你不上那儿拍去，你非得在这儿拍。杨老师说那是蚂蚁巢。懒洋洋的，真豹子。他这玩意儿高矮可能他过不来，还给他周上了，他应该攀不了，不然的话能还给他压在第一处，让你能看着，能看着他看着方便。你要么贼高的墙你看不着他，他还让你穿不上来，他穿不上来。美国人真是智慧和聪明的。你看人家跟你各种鹿、马跟它养在一起，这个就不能了，这跟你养一起它给你杠了。现在看的不错，就这个不是企鹅，这是野鸭子，说睡着了。那边是企鹅，离得比较远一点。远比我们想的要小得多。说，我看那说明是讲的是非洲企鹅。那鸭子醒了，鸭子醒了，嗯，罩着了。上那里头，那里头也有，那房子里头。他要吃一磅的鱼。
啊，是搁这儿猴子呢，这有个大凤凰，趴搁那猴子的地儿一定是值钱的地儿。你看这个凤凰，它跟着这个山羊搁一起，你看它过来了，它要喝水。山羊要干啥？要喝水。你看它俩在一起，它俩在这个没有那啥呀，没有网子啊，可以随时飞走的，到蓝天上。你这凤凰它就一个呆着。你这俩厉不厉害啊？这美国人多厉害！哎呀，这羊干啥去了？啊，蹭啊！羊，这羊干啥？它要生解羊羔了。那也不至于上面蹭去，它还是蹭啥玩意儿？你看要给它哥哥那玩意儿玩吗？你看凤凰离这么近，你看它俩，谁也不干涉，谁也不干涉谁。你看它俩谁也不干涉谁，多厉害！这美国人多智慧，把他俩放那边，他俩谁走了？凤凰走了。我正拍着呢嘛，视频。他要喝水，你看他不让他喝，看着吗？那羊要来喝水了，他说你别来喝了，这是我管那壶水，水源。这凤凰蛮厉害的。你看等着他呢，他不敢招他。他怕凤凰，跟着凤凰走，这还来一个，这还来一个，跟你讲，手底下有个呢。你看凤凰干到那儿去了，他喝水，要他不敢喝，嗯。你看这是一只凤凰还是？凤凰不打开。他这么多那什么在，他怎么打？来了，洋洋来了，让你妈子。妈妈 ，it wakes me。哦，让你妈子。你看这个羊红翠啊，马上就要生了。你看，是，哎呀，这晃的，哎呀，晃的，哎呀，走道这晃的，哎呀，这走道晃的，哎呀，这晃的，哎呀，也来了，让他妈子，哎，是个拍梨。嗯。豪猪，哎呀，既然是豪猪，肯定盗洞的。哎呦我的妈呀，盗了！哎，拱呢，搁那，这俩离得近，这挺大呀，跟猪似的。但是你看它长刺儿，那刺儿那个像那个像刺猬，又像那个像凤凰那个刺儿，一根一根的，是不是？哎呀，尖儿的立起来的，你看到吗？他那眼睛、鼻子、嘴的，像他那嘴和鼻子、眼睛像是像耗子。你还有耳朵呢，看那耳朵，扁耳朵，小眼睛。哎呀，你看他有他腿啥的叨叨呢，就喜欢叨动呗。豪猪嘛。猪的一种，猪爱盗洞吗？拱吗？哦，妈！你看，哎，这是东西菜。嗯，看，看这帮串儿，小眼睛，小眼巴尖的。Todas las fotos de este año son que podría ser cualquiera. No me pierdo.
Pero pelado la abeja también. Por lo mismo alergia que me dio. Pero ya se me está quitando la cuello. Sí, no, no se te da, solo aquí. Sí, de看那企鹅去。让我们进去瞅一瞅吧。那张老师是在中国的西双版纳跟大象照过相，两个大象鼻子给拖起来嘛。张老师说了，这是软软的，我没摸过。张老师说它是软软的。张老师有亲身经历，有说话权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那刚才谁还是喂他东西了，不然他不能来。哎呀，等着你喂他吃的呢。哎呀，你看吃多好。哎呀，他怎么把草给卷起来呢？那鼻子那么整的啊，他那鼻子能把那个草薅下来。对，你看他能夹上呢，还能他那鼻子。对呀，这不是他的手吗？就是他的，叫他的嘴。手，也是他的手，也是嘴。嘴是放嘴里吃的，什么玩意儿？是他的手啊、哦！对，张老师说对。那你说那不脏吗？搁嘴里他嚼的。走就走了吗？你没看着？哦，也牙碜呢，又冷气口。他最乐意吃的是香蕉。黄瓜，那是咱们在西双版纳吃黄瓜，吃香蕉，萝卜。估计他搁这等着，谁能给他吃的呢？谁能给他等着，给他吃的？
那个就不清楚，张老师。还是不清楚。对，你看，我现在给你看，我看，我让你现在看，能不能看着？现在我给你就，你不用拍，你就往上一看，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比你清楚？嗯。比刚才清楚。嗯。比你刚才清楚多了。嗯。看着了吗？来，我告诉你，这个是个什么特点？这相机吧，你得看，看了以后，你看，就是说，人比较多。这个是最近的地方，找犀牛。还有斑马，特别是犀牛。它们之间相互之间喝的样子被吹上了，完了相互之间还至于。省得他们老不乐意走了，趴着呢。Run, run, run！ 过来。OK， 哎呀，还上去了呢，还上去了呢，找他去了。他的尾巴长。那上边还有俩呢，在那儿。小不点。灰色的。不是一个品种是吧？对。应该给他们都聚在一起了，省得他们一天老不走。哎，你看这眼睛，你看这眼睛嘚儿了的，哎呀，找他去了，找他去了，找他去了，毛茸茸的，它是非洲的。哎，你看看这样子。看上面那个洞下那个。我拍着呢。胳膊是灰色的，那个烟色的，嗯，身上是白色的，那长得挺特殊的。能拍呀？能拍呀？能拍呀？多厉害！哎，这小脸转过来了，这小脸转过来了。哎，也小一点啊，帅！他那脖子都360度转，你看没看着？你看攀岩的。攀多好。攀的。哎，你看攀的，哎呀，还瞅着，扒下来了。这个，你看这个，这脸转过来了。故意给你整的灯光，看到吗？哎，你能看着他。那管子老长了，那有他妈100多米。连到那头去了。它这里头是鸟，然后怕鸟飞出去，好几道门呢，看，好几道门呢。
那孩子好好照找人，可能是啊，进来了。然后这个是个帘儿，得怕鸟飞出来吗？然后让你进去方便。我寻思看不着鸟，拍不了，怪不得这里有珍禽异兽啊！哎呀，这里鸟都，张老师说这里都是珍贵的鸟。哎呀，这啥鸟啊？这么长大嘴。这回呢，你看见搁里头待着，它不飞走，是不是？对。它不是还隔个栅栏？你进来了，你进笼子里了，看出来了吗？你进笼子里了。野鸭子、鸳鸯，那还有那树里，省了你看不着它。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那时候差点看到有个小白的。嗯、小白的，独领风骚。这几个珍贵的鸟怕飞走，给它圈笼子里了。看它俩是挺好的。对象是鸳鸯。是的。嗯。鸳鸯。嗯。你看它扎里头去捞鱼呢。嗯。扎里头。张老师眼神好，他看出来给我招进来了。我说那进不去，他说能进去，给我带进来。张老师说眼睛可不揉沙子。咱们就进到笼子里来了。这是个真的。这是鳄鱼啊。哎，这搁水里待着它能啊？哎，它不喘气儿吗？你看它搁水里待着哈，它也不用老喘气儿啊。就说你看它不喘气儿呢。好好拍着你。拍着呢，我这大广角。
这个是第一次看着在水里待的这大闸蟹，你看它跟鱼搁一起养的，你看着吗？它不是干养一个它，它也能吃鱼吗？吃不着，它跟鱼在一起养着，你看都是综合性的。刚才张大嘴的，现在不张嘴的。出去换气儿去啊，它搁底下能猫着，明天露出一张嘴来，换气儿，换一口气儿。下来，别下来。他老长时间换一次气儿。刚才张总打了。张老师，头就变了，声音变了，然后这个人儿还能够动弹，然后那火车呜呼叫。I was the last living signer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is day was an important moment in my life. I truly believe. 你讲的历史的可能是。Of a road made of rail.
这是专门搁山里拉木头的，特别特别有劲。这车，这也是。完事儿了，木质的。
这是那小驴子旁边的各种饰品，让孩子们可以拿着玩儿。够精致的。够厚的了，
这也是古埃及的，我以为是希腊的或者拜占庭时候的，公元前1200年。因为有马嘛，我觉得那个埃及也有马，就感觉到它有时候那雕刻那个不就是带有长下巴吗？我觉得好像是就天狼星人。比刚才那还要古老一些，好像是。那是17，这是12，又差了600年。看着腿挺长，但是很协调，你不觉得那腿是个麻杆腿？这个可能已经被杀死了，躺下了。这是一匹奔腾咆哮的马吗？你看它的马带有动态感的那蹄子嘛，那几个几个奔起来的。它的想象力远比我们想象，比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力要丰富的多。我就是觉得它应该是外星人创造的这些东西。现代人创造不出来这种，他没有这种灵感，他比你现在的人类更要聪明才对，进化的更完善。这是地毯呢、就称为挂毯呢、是一尊铜像，15世纪时候。这是一个16世纪的雕塑，像是圣母。这也是15世纪时候。真亮，公元前150年的希腊的一个大理石雕塑。
头应该是相隔2600年风吹雨打的，还有是战火纷飞，这个雕的，雕的非常的美。距现在2600年吧，中国的汉朝时期，春秋战国汉朝。这也是我们参加刚才的博物馆免费的历史博物馆，这是人住的房，我就拍一下他的门。张老师说垃圾箱，没关系。这是150-160年前是肯定没问题了，当时人就住的很多，但是家里都经济条件都很好，所以要这样的廉租房。这刚一进来，张老师帮我看着，回头我还没注意到。别看这个墙，这是古埃及的，从金字塔里出来的，然后运到美国了。这美国那时候不强大吗？距现在3700年，公元1700多年前，距现在有3700年到3800年。雕刻的真是精美啊！我们说那有这个应该是有外星人的文化，比现在的雕的还好呢。我看18世纪鸦片战争时候的那些瓷器，远没有这个古代的这些石器雕的精美、艺术和充满了技术发展。真品，你到埃及去都看不到这样的真品了，因为有不少都被真正的好东西都拿到美国呀、法国的卢浮宫啊和大英博物馆。当然这样的话也使他们动荡的国家里能把它完整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我们才能得以看见它。你看这手，你看着好像变形，但是它出神入化。
你看这老粗。这也是一个15世纪的法国的，你看这神态多美，这小天使的小男孩。说的没错，它这个盖的封锁是非常的精巧的啊。它那边有个环儿，有个口下到这儿来。这个它做了一个缝，抠了个槽，然后这块还有一个眼儿，然后穿进去。你听，多精致啊！这不漏着吗？然后它避免它来回的逛，它底下那块还有一个横木，有几道横木。这是一个50公分的一个小雕塑，可能是一个教皇，法国的。这像是个棺椁，桃木的，然后上面有金，就刷的金粉。哦，这是一个人的守护。这雕刻精美，像浮雕一样，15世纪的，意大利的。有猎枪的一般的都不会太远。中国的鸦片战争时期的1826年的德国人东西还是有阿尔卑斯山牧羊人的感觉啊。
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是个桌子还是祭坛？这应该是，教堂里头的一个啊，约柜对，就把那些个那个不磕有十个板子嘛，放到这里，那个把那个契约磕到石板上，这个就是是不是那个？有可能搁在那个衣柜，这是镶，这是镀金的。这都是无价之宝啊，是吧？就是镀金，这都是真迹，你只有到这儿来才有。距今600年，16世纪、14世纪，这也是18世纪的，这是法国的。这应该在教堂里头的，这是一个祭祀的，就是观察佛。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或者是如来佛的画像一样，它这是木质的，然后刷的金漆。朝圣啊。你得找你喜欢的东西，别管是啥，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行，你就给它找下来了，完了你加以宣传，别老是以挣钱为主，那不行，你找不着感觉。它这个表面上刻的就是更细了，就是好像更清晰了，但实际上没有那个美，没有那技术高超，没有那技术含量高。它这个耳朵就比较清晰的再现了。
狮身人面像不就是这感觉吗？嗯。这是距今4200年的真的木乃伊，这个是属于王公贵族的，不是属于法老。木质的，4100年。这里都是真正的不安果实，不过它就是没打开，就是这么包的。它有个镜子给你反着，怕你看不太清楚。就你看不了名的，你看不着它的长相，就是看它的亚麻包裹。这是当时发现他那个木开挖时候的木啊，是用这样的堵上的。他并不是在金字塔里发现啊，因为他不是法老。这是一个罗马王，距现在2100年。再说当时的这个皇帝的雕像都被砸碎了，只有这一个被保留了下来完整的。比你还多了一只胳膊。我欣赏的就是他这个汉白玉大理石，他把他的这个叫袍子也行，这每一个袍的褶皱都刻画的就像是用泥给他捏成的一样的，那么的柔软而细腻而飘逸。你看那个60级的一个蜡台，那应该是在王公贵族他能有这种东西，应该很大一个蜡台，就是很大一个蜡呀。底下做工多好。铁的和铜的。60级，1500年到1600年呢。这是日本留下的中国的东西，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这是日本人当时是来到中国造完以后拉回去的，距现在900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文殊菩萨，两边的是文殊菩萨，中间的应该是佛，是如来佛，可能释迦牟尼佛。这两尊啊是不一样的，这是狮子，那个是大象。对啊，
脑袋长你身上，这是比刚才那几个都老，这是四千年了。这个小，这旁边这个他俩就差1200年，这是2000多年的，2300年的。那越靠近现在了，反而越没有原先做的好。就好像手机，那怎么一代的大砖头子比现在这个苹果还好呢？就说这意思啊，只是但实际上是这样的。苹果当然不是这样的，它一级比一级好了。它这个就设计成有一个硕大的头颅。距今2600年，古埃及。张老师也知道这碗好了，你看拍的很漂亮，很仔细，钻进去了。这是一个鸟和一个身体，后面顶上一个太阳，太阳神嘛，它来自于天狼星吗？来赋予它神圣的力量吗？你看那笑多美呀、啊，比那蒙娜丽莎的笑好多了，美多了，是不是啊？就那么几笔啊，它可不是那么。这个距今3500年了，你看它下边它也有那个小把似的，是不是掉了那个小把？它绝对不是像我们想象用那个锤子或者是那个铁签子凿出来的，它绝对不会是那种工艺来的。就凭我自己的感觉，这个就是2600年，它跟刚才那个差1000年左右。越老的，你看越好，那应该是属于进化当中，那是属于越来越先进的，不能说越来越不先进的。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来自于外星人。
这两尊石像是古埃及距现在3700年左右，比现在的石器刻的不是好一点半点。你看他的鼻梁，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个棱和角，比他不是就那么一个眼珠子、一个眼眶子、一个眼睛。别往那边走了啊！别往那边走，咱从这儿走了。博物馆不在那儿吗？往那边走吧。咱从这儿来的吧。这是15世纪的一个教皇被砍头的一个雕塑，是实的，带色彩的。他自己绷着自己的头。后来他也建了一个，这是法国的，为了纪念他，又修了一个旧堂。这鸟多精美，出神入化。还有那个人的头和那片云，看似简单，但是就那么出神入化。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鸟的感觉，既真又玄。划船的吗？很漂亮哈、啊，说的没错，对，跟咱们的差不多。还是私生子，不是私生子，就是他们在找我们。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的油画。因为我是感觉特别清晰，就像看电影，就像拍照片，那是感觉。那个年代没有照片，那十五世纪。十五世纪到离现在并不远，五百年。要不能保留这么完整的大的。就是它的体育场的前门呗，太远楼上。可能教学员工啊，开这个校长、主任。和这些老师们开系会议的这个地方，这教室的这头，我看那玻璃挺漂亮的。从那边上面是来的，这搁这停着，比较多嘛。你要是到各个系去，没这么多车了，从各个系回来车就多了。然后这个还有做饭的地儿吗？还有个排烟道吗？就谁要乐意做饭，谁可以在这做呀，就跟家里的一样啊。老师，找着了，我以为这又是个宿舍呢，这是个大教学楼，看着有个教研，这是多媒体，这是个大课，上大课的地儿，可能今天晚上有课呗。有些人，他那个是隔一个，你看有个栏嘛，隔一个格。前一排隔一个排不坐人，进来再拍一个。估计是那上面的好颜色看不着。这是威廉玛丽大学的一个外卖图书馆，需要 ID 卡，就是你有学生证估计能行。我们进不去，旁边就是。本来上图书馆里上转转，你看一看。这是威廉玛丽的艺术学，看起来啊很知名的，私立的，嗯。都有把门的，不让我们进，我们就在外面看。这是他们的宿舍，有点不像，我以为是教学楼呢，其实不是。后来我为啥能看出来呢？就是因为他这儿有洗衣房，投币洗衣房，呼呼搁里转着呢，你看还有。这是他的一个。咱也不知道他这个学校的这个雕塑，应该是个音乐学院。我看有几个男孩子拿着号去进去了，嗯。这个应该是老师的办公室，这就是他们的教学室。看看，还有教授在呢。宿舍区跟教堂似的。张老师要拍一个他的这个体育场，很现代。我估计有时候卖票，现在是维修呢。嗯，这橄榄球啊、棒球啊，比赛是个重要比赛，我估计卖票。现在是维修呢。
有点像雅典神庙似的，一格一格的，啊，制成的一个徽标吧。嗯，上那看一看去，他那个教室，是这样子的。这个还能让进个半拉门。我进去了，拿了一个说明书，回来看一看，研究着。就这个，我拿了一本。拍一个远景吧，这也不知道是哪儿，但是这是一个教堂。那个建筑不知道是个什么，拍一圈。那个刚才我们过来的，就是吹号的，可能是个音乐学院的，和艺术设计学院挨着。张老师搁这儿呢。